市长，你这边不是推长期占用，我们要驱除吗？板桥桥区外这个平面的停车场，它是计次三十的一个停车场。不是啊，计次，计次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。会的话就基本上是没有。一天一次。计次的话是一天算一次。停一礼拜百几块啦，停一个月是740啦，哦。那你说哪个二手车不会去停那个？那你这个场地是要给李明使用，还是要给林业用？哦，那你停完就不能告诉我，只要有付钱，我就不管谁停这里。因为我们这里除了二手车停车场，还有一半是芦洲三重过来停的，因为修修嘛。三重来停这里？对啊，会啊，他过中央桥过来。一条都卖，所以为什么我买了这一条都卖过来放诶，车再换车出去，然后这个停车对啊。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，那市长你这边很好，你都跟都有停车奖励条例。问题你都跟成功之后，你执照发了之后，那个停车就不见了。